姐姐去。不错呀，很安全，很安全。你从来没有踩过了，啊，不要了，算了。你说耶，你耶，你耶，你耶，耶，你耶，耶一下。因为他们现在在海门水的那个地方也有，他们是都。好不容易呢，赶了一群鱼，我们的船过来，那个鱼就被我们赶跑了。哎呀，两波嘞！你看前面这个，护着大家都下去，就是在追鱼群，因为这个下方有鱼群呢，他才会去追逐。那他在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是他最不好接触的时候，好，就像现在我们船，他靠过来，他们很快的就下去。所以看到船长，他很有经验的，就是用。